那倒是，今天确实没法啊。我的 ，so sorry。想玩把独立试下手，主要是辅助补位的，不想没有那么想玩别的。玩猫咪的话，我还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。Q， 对对对 ，Q 他 ，AQ，AQ，Q， 没事，他们血瓶都用完了，问题不大啊。这波小心塞拉斯来抓，但是我们的豹女已经在反蹲了。所以不要紧张，不要害怕，看看能不能换点血。恩杯，OK， 帅。理由大获全胜。别的有点慢啊、哦，灵性一点啊，稍微灵性一点，多看我信号啊！哎我操，有人装备没买，少买个短剑我的。好想吃火锅，我也好想吃火锅。哎，奶之恋不在，奶白我不在，感觉索然无味。我已经失去精气神了，我就开耶了，直接到点了，直接淹没了。多个短剑也还好吧，这个时候反正就慢慢把线控在河道这个位置。我泽利加猫咪不用很急的，就慢慢换血，猫咪是能换血的。巴德 Q 技能招的话，猫咪就可以往下走去 A 人，就比较舒服。然后我自己只要注意好站位就行了。泽利打侠还可以的，还算好打，就这边就一直给点压力就好了，给点小压力，慢慢，然后控着个大的兵线进塔。下波线等下波线进吧，然后可以考虑越不越他们。豹女在他们后面，花点血现在就是，就这种现在这个线就可以换血。但这波不一定好越啊。我操，兄弟！没想着越龙王不在。要快点，他们很需要我的火花。只能说这只喵咪有点小肿。塞拉斯呢？塞拉斯还不下来保一下他们下路吗？好，沙拉斯在上路，那没事的。那反正他们下路就这样打烂了，少换血吧。这种如果对面控了线的话，反正就少换血，就对面打野可能来了想越你的，这种挺正常的。这跟我昨天说的几个小点啊，这些话我昨天也说过啊。
怎么说，反复加深印象，每天都来看一看，多看几天，上个小段啊，这些是重点啊，划一下重点，重点已经划给大家了，记可以稍微的记一下。哎，坏了，哦，还行，没坏，问题坏了，但没完全坏，漏了一个刀还好。他侠要回就这个线就推的吃路程了，他这个线回很亏的。哎，没回。照样月，照样月，有一个人，我一点都不太怕的。莫愁前路无知己啊，天下谁人不识君？好诗，好诗，好像高适写的吧？好像高适，好像怎么说呢？回一下吧，先回一波。看了一个礼拜，从钻一到300分吧。我操，那你天才型选手，好上，纯上分，什么意思？别尬黑，都在尬黑是吧？有没有那种？我怀疑都是在尬黑。主播就是这么狂啊！晚上好啊，唯一晚上好，菜花晚上好，鱼宝晚上好。是的，小狂一首，主打的就是一首狂。巴德已经不知道人去哪了，呵呵，你不管他们下路了，他已经不想对线了。OK。没办法，我对线实力已经完爆对面了。其实还有一个因素，就是因为我有野爹，打野强我猖狂，打野不强我投降。我操，哎嘿，复活了，等呵呵，复活了等于没死，那是死的，那其实还是算死的。赏金没了，他都杀人界了嘛，杀人界也掉了。安妮辅助，安妮不是被紧急削弱了吗？安妮刚改的时候有点太猛了，不是被紧急削弱了吗？哎，不好意思，那还要调一下。等一下，我杀个人，要么我自己死，要么把对面杀了我，然后再调一下。讲数字，讲数字，讲点数字。我有数字啊，感觉这把可能15点了，我抽5分钟吧。
呀、啊？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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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马上要死了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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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 Q 到好几秒的话，那个被动打出来还挺痛的，差点把我打死。该去找找新朋友了。射个五分钟吧。打野想转 AD 也不是不行，他下版本野区不是改回来了吗？野区改回来了干嘛转 ADC 啊？虽然我就是从打野转的 ADC 哦，但其实那个时候打野玩的也没有那么屌，那个时候玩打野才上了个大师，后来转型转到 AD 去上大分的，直接上王者的。人有点小多，五个人，主打的就是个人多。钢铁烈焰，这个区也好少见呀、啊。哦，有仙人弓。有天赋了，哎 ，Q 不到 ，Q 不到 ，Q 不到，很难受。哎，他能 Q 到。我操！呀！我哟，被巴德给定了。不好意思，送的，我的有点送，没事。别尬黑，我是从打野转的 AD 啊，不是从上单转的 AD， 我只是上单我也会玩，上单我也有两个英雄会玩，中单之前也有几个英雄会玩。但真要转就是从打野转的 ADC 了。我不可能一晚上全玩 EZ 啊，是吧？我也不可能一晚上只玩一个英雄啊，所以换着玩。机会很多啊。5-21，劣势很大，还要再坚持啊！可以，这种怎么说呢？永不放弃的拼搏精神，感觉很不错。不要 ADC 的猫咪，行，你这猫没前途，我只能这么讲，你这猫不知道谁是大哥，没有前途。严禁于此，应该会放个大招吧，巴德。
不放，大家都是 CD 吗？很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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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坏了，这也能给我定到？这也能定到？我操！我人都震惊了。差点死了。再跳一下，还想再看，要不再跳一下，再跳一下，再跳一下，可以，有意思。